乐世界，转轮圣王发愿。所以你看他的身份，从法藏比丘是不是当国王，国王的身份，然后在大通智胜他当一个王子，好，接下来他当一个转轮圣王，接下来在总持经里边呢有一个比丘，他那时候是世现当比丘，那么他能够呢背诵十四亿部经，非常厉害，然后呢利益一切的众生，他最后呢他成就了阿弥陀佛净土，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我现在讲都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好，另外在贤劫经里边有一尊佛叫云雷吼如来，有一个王子呢他叫做净福报众因，那个王子他也是一样，他发愿要成就净土，成就了安乐净土，就是也是阿弥陀佛。另外还有呢也是一样，在贤劫经里边有一个叫金龙觉光佛，这位金龙觉光佛呢那时候呢有一位法师叫做无限宝音恨心也是念恨，他也是一样是阿弥陀佛发愿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观佛海昧三观佛三昧经观佛三昧经里边就是那尊佛的名字叫空王佛。那个时候有四位比丘呢烦恼复心，这个四个比丘呢他是一个非常烦恼，后来这个空王佛呢就教他怎么样去观佛，观着观着呢其中已经成就了，那么其中第三位比丘成就的就是阿弥陀佛这本经在我们下面图书馆有。好，最后呢就是有一本经叫无量应法门经里边，那时候有一尊佛叫狮子游戏金光如来，那么是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国王，也是跟那个法上面有一个国王，他呢名字叫圣威尊重，那么他也是一样发愿成就极乐安乐刹极乐国土，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这个只是在大藏经里边偶一大师他只是把它就是略略的提，其实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阿弥陀佛有没有可能示现在奥克兰，有没有？有吧，有的，你不知道他是谁而已嘛，是不是？对啊，以前我跟大家分享我们那个 Colin， 你看他在 Mount Elbert 那个山，他半夜去念佛，见佛光无数次，最后呢有得到一些神通，但是不是真的不讲这个神通，他因为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他故事嘛，我都有写下来。他在澳洲的时候因为得到肝癌，医生就是说叫他说你念佛求往生好了，遇到一个中国人嘛，结果最后呢他回来这边以后，你看阿弥陀佛说给他十年的寿命，果然就是十年的寿命，他多了十年寿命，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走了，自在的走。所以我去敲他的门的时候，他哥哥，我问他哥哥他往生怎么样，他说他笑着走的，没有人比他更开心。我们为什么会哭，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死了要去哪里，所以我们会哭嘛，对不对？如果说对于一个有成就者，他自己要去到，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知道说阿弥陀佛会来接他，不知道多开心。这里就像一个粪坑啊，对不对？这里很多都是粪坑的虫，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种要出离的，就会觉得说哦太开心了。那时候你会哭吗？是不是都大？所以为什么人家说都笑着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出离生死如出粪坑，知道吗？如果你现在还在哭说啊怎么样很舍不得，那表示什么？你的生死还是没有把握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会舍不得嘛，不过我们是人嘛，我知道我们是人会哭，像阿难尊者也哭啊，因为他还没有证果位嘛。可是人家阿难尊者他也是佛再来的，他只是示现告诉你这个佛他入灭了，我们以后呢要依止谁。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下个礼拜天呢是9月9号我们庆祝地藏菩萨的圣诞，因为每次我们的地藏法会不是都是在月初做吗？那我们刚好这个礼拜天，所以我们庆祝地藏菩萨圣诞。我们那天呢就普佛，普佛，普完佛就是念一下地藏菩萨的圣号。那天呢，我们有一位居士呢从台湾带来了非常好吃的面线跟大家结缘千里迢迢从台湾提过来的，你看多么诚心啊！那看你们下个礼拜也可以看到开显师的哈。
不是他提的，另外一个人提的。我们开学是很可爱，我说开学是机票便宜，买机票过来看我们嘛。我说哦，好啊好啊。然后我说哎，那机票钱我跟你出吧。他说不要。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没有时间送机回家给你，我自己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哈，你们都知道他个性的。我说哎，机票我们帮你出吧。他说不用。我说为什么？哇，我很忙，我没有时间送经回向给你。你看，从这段话也是说明他这个人就是怎么样，他这个就是有因果要分明的。你今天你供养他，他要送经回向给你的，对不对？你今天供养他啊，一个蛋糕，他晚上他就一直在那边做功课了哈、他最近几年为什么没来？因为他现在从他已经升为董事长了，所以他就一直来不了，太多事情做了。佛教哪有什么董事长，但是他们有所谓的那个基金会的哈，所以他都必须要去弄，还有寺院的事情，很多事情都要去弄。他为什么会被选上？其实他自己莫名其妙的，因为他总有说不可能是他，他还在那边啊嗑瓜子喝茶，结果呢才一转身他已经变成董事长，哈，怎么回事？下礼拜请他跟大家开示哈、他这几年呢在台湾的辛苦心。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来，我们一起回向，来，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